所谓体质，是指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在其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形态，心理及生理功能上相对稳定的特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人类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同体差体。体质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在正常人群中大致分为九类，不同体质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和措施，因人而异，有地方使，绝不能所有的人都按照相同的方法养生保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防病延年的目的。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九种体质的分类和调养方法。一、平和体质。平和体质定义，平和体质又叫做平和质，是最稳定的最健康的体质，一般产生的原因是先天禀赋良好，后天调养得当。平和体质以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脏腑功能状态强健壮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中医体质养生状态。平和质所占人群比例约为 32.75%， 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男性多于女性，年龄越大平和体质的人越少。平和体质的成因，先天禀赋良好，后天调养得当，即先天遗传条件良好，后天饮食体质习惯适宜。平和体质特征，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脏腑功能强健壮实，是一个和谐生命的范本。常见表现，面色不甚润泽，头发稠密有光泽，目光有神，鼻色敏润，嗅觉通利，味觉正常，唇色红润，精力充沛，不易疲劳，耐受寒热，睡眠安和，胃口良好，尿便正常，舌色淡红，苔薄白，脉和有神，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适应能力较强，平常较少生病。平和体质养生，对于平和质的人，养生保健以饮食调理而不宜药补，因为平和之人阴阳平和，不需要药物纠正阴阳之偏正盛衰，如果用药物补益反而容易破坏阴阳平衡。对于饮食调理，首先要谨合五味，饮食应清淡，不宜有偏嗜，因五味偏嗜会破坏身体的平衡状态，如过酸伤脾，过咸伤心，过甜伤肾，过辛伤肝，过苦伤肺。其次，在维持自身阴阳平衡的同时，平和质的人还应该注意自然界的自时阴阳变化，顺应此变化，以保持自身与自然界的整体阴阳平衡。再则，平和质的人还可酌量选食具有团补阴阳作用的食物，以增强体质。这类食物有粳米、薏苡仁、豇豆、韭菜、甘薯、南瓜、银杏、核桃、龙眼、莲子、鸡、牛、羊等。平和体质四季养生，春季阳气初生，宜食辛甘之品已发散，而不宜食酸熟之味，宜食韭菜、香菜、豆豉、萝卜、枣、猪肉等。夏季性火当令，宜多食鲜味助肺以治心，切饮食宜清淡，而不宜食肥甘厚味，宜食菠菜、黄瓜、丝瓜、冬瓜、桃、李、绿豆、鸡肉、鸭肉等。秋季干燥宜生津液，宜食性润之品以生津液，而不宜食辛散之品，宜食银耳、杏、梨、白扁豆、蚕豆、鸭肉、猪肉等。冬季阳气衰微，故宜食温补之品以保护阳气，而不应寒凉之品，宜食大白菜、板栗、枣、黑豆、刀豆、羊肉、狗肉等。二、气虚体征。气虚体征，形体消瘦或偏胖，体倦乏力，面色苍白，语声低切，常自汗出，且动则尤甚，心悸食少，舌淡苔白，脉虚弱，是其基本特征。若患病则除症加重，或伴有气短懒言，咳喘无力，或时常腹胀，大便溏泻，或突肝子宫突垂，或心悸增冲，精神疲惫，或腰膝酸软，小便频多，男子滑精早泄，女子白带清洗。基本原则，补气养气，因肺主一身之气，肾脏元气，其为肝气生化之源，故脾、胃、肺、
肾皆当为辅，饮食药物调理，而饮食调养可常食精米、糯米、小米、黄米、大麦、沙酪、马铃薯、大枣、胡萝卜、香菇、豆腐、鸡肉、兔肉、牛肉、鱼。若气虚肾，当选用人参莲肉汤补养。药物养生，平素气虚之人宜常服金龟属玉丸。脾气虚宜选四君子汤或参苓白术散。肺气虚宜选补肺汤。肾气虚多服肾气丸。生活起居注意，气虚体质最怕季节转换，最怕气温骤升骤降，最怕环境的变化，所以说严寒酷暑、发风落雨，首当其冲病倒的往往是气虚体质的人。还有节气的变化，比如大寒和冬至，应该是气虚和阳虚的人比较难过的时候。夏至、大暑、三伏天的时候，也是气虚的人比较难过的时候，最苦夏、乌病三分虚的时候，所以就要注意预防，衣服的增减、空气的流通、保暖、避暑等等。气虚的人确实要特别的注意。三、湿热体质。湿热体质表现外形特征：一、面梗、发黄发暗、面部油腻、唇红齿黄、牙齿黄、牙龈红、口唇红；二、皮肤一生痤疮、发红、脓泡；三、口干、口臭、口苦、汗味大、体味大；四、大便燥结或黏滞不爽，异味特别大，臭秽难闻；五、小便黄赤，颜色很深；六、白带多，色黄，外阴经常瘙痒；七、舌象，舌红苔黄，舌质红，舌苔黄厚；精神方面，性情急躁易怒。湿热体质的成因：先天禀赋，二是烟酒的，经常熬夜的，这种人外形不好看，牙齿黑，舌苔黄腻，满嘴口气，身上味道也大，长期带下色黄，下体异味很大，白带多黄。如果你抽烟喝酒又熬夜，那你注定是个湿热体质，注定你的外形不好看，烟熏火燎的面容，说话像唐老鸭一样，口唇乌，一开口牙齿是黑的，舌苔黄腻，满嘴的口气，甚至身上的味道也很大。三、滋补不当，熟出很多银耳燕窝、冬虫夏草、乌鸡白凤丸等，这样的滋补不当，滋补过度会促生或者加重这种体质。四、长期情绪压力，借酒消愁。五、肝炎病毒携带，肝胆是薄弱环节，肝胆疏泄不好，很多发现肝经胆腑等的症状。六、长期生活在湿热环境下，比如广东，亚健康状态特别多见于湿热体质。湿热体质易感病，脂溢性脱发、痤疮、体味淋症、泌尿道感染、带下病、膀胱炎、尿道炎、肾盂肾炎。皮肤特别容易生脓肿疮疡，容易的癣症、皮癣、角癣、皮癣，还有黄疸，还有对肝胆的感染性疾患。这种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筋骨肌肉的疲劳、腰酸背痛、浑身疼的难受。湿热体质如何保养？一、截断滋生湿热的源头，不要再生湿热了，清热利湿就是保证二便畅通。大便不要不利，不要沾纸，小便颜色淡一些，不要老是那么黄黄的，一看到小便黄就要喝水。二、饮食上少吃甜食、甘甜饮料、辛辣刺激的药少吃，少喝酒。所有食物中湿热之性最大的莫过于酒，少吃肥甘厚味。饮食方面要清淡均适，再特别告知的就是戒除烟酒。有的人不愿意放弃这种生活方式，那你就得承担这种后果。缺失食物：绿豆、冬瓜、紫花、赤小豆、西瓜、绿茶、花茶。三、生活起居忌讳熬夜，熬夜会增加湿热，因为熬夜伤肝胆，会非常影响肝胆之气的生发，容易生湿热。另外，尽量的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中工作或居住，比如你是个痰湿体质或者是恶体质，买房子的时候尽量不要买低层，不然房子如果阴暗潮湿的话，会加重你的湿热体质的。四、简易方药。湿热体质是一个过渡性体质，
很少有人到老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以湿热体质为主的体质，因为湿热体质经常会很不舒服啊，会有皮肤瘙痒啊，会有炎热，会有皮肤感染、泌尿道感染的，它会使人很不舒服，不舒服就会促使他去吃什么药，如清热毒的寒凉之品。所以湿热体质到了老年基本上就分化了，很可能吃利尿的药啊，清热解毒的药吃多了，很多人就转化为阴虚体质，把阳气伤了，慢慢的就变成气虚阳虚或者痰湿体质。所以湿热体质一般是青壮年多见一些，到了老年虽然还有湿热体质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去湿热的药物一般来说都是不太平和的，都不能久吃的。去湿热的药物常用的有藿香、车前草、淡竹叶、黄石、西黄草、鸡骨草、木棉花等等，这些都是偏寒凉的，不能久服。中成药有甘露消毒丹、君太口服液、清热祛湿冲剂、西黄草冲剂等等，这些都不能久服。但是你湿热带反已经去了，舌苔不那么黄腻了，小便已经变得清了，炎症不明显了，就要马上停下来，不能久服。湿热体质四季保养，湿热体质的人冬季不能跟风大量进补，不要去吃那么多火锅、羊肉、狗肉，人家进补你也进补，不要这样，越薄体质偏颇性越明显。还有这种人的皮肤特别容易感染，最好穿天然纤维、棉麻丝绸，尤其是内衣。经络方面没有具体的穴位，但是有具体的方法。湿热体质的人时不时可以做一些八卦刮痧，改善小便发黄、烦躁不安。因为烦躁不安导致失眠，全身的肌肉酸痛，尤其是颈肩部的肌肉特别酸疼的时候，这个时候改善痰湿、改善湿热体质的最好方法就是刮痧和拔罐，刮完痧再一走罐，浑身舒服的不得了，像去掉一个大包袱一样，很舒服。这种情况下用这种方法去改善体质，甚至可以不用去吃药，用刮痧的方法去湿热也挺好的。四、阴虚体质。阴虚体质特征，自我感觉。阴虚体质有一个最明显的自我感觉就是热，就是经常感到心窝子发热，伴有手心、脚心发热或发烫，手常喜欢握凉东西，睡觉时喜欢把手脚伸到被子外面。中医管这种症状叫做五心烦热，潮热也是阴虚体质的一种比较明显的自我感觉，常常会感到一阵阵地身上发热，但体温正常。这种空热感觉来去来去匆匆，且有明显的时间性，早上常不太明显，到了午后甚至到了傍晚就会非常明显，常感到头昏、腰酸、腿软、波耳朵吱吱的响，一睡着就会出汗，醒来后就不出了，这就是中医所说的盗汗。阴虚体质的人常常是口干咽燥，经常要喝水，而且喜欢喝天凉的水，不愿意喝温热的水。性格特征，阴虚体质的性格大多比较外向，容易兴奋和激动，说话声音比较高，语速也很快，平时热情活泼，闲不住，喜欢在外面张罗事情。阴虚症状严重的人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很容易着急上火发脾气，处理问题常常不冷静。体型特征，从体型上来看，阴虚体质的人常常是偏瘦的，看上很精干。观察脸色，阴虚体质的人脸色大多是红红的，但这种红不是健康自然的那种红润，而是两块唇骨特别红，好像化了妆一样。中医管这种假是真实的现象叫做面带假妆，舌头常常鲜红或淡红，舌苔薄板而闪或无苔，常汗二便。阴虚体质的人由于阴液不足，不能滋润肠道，所以大便常常比较干燥，排便很困难，小便常常是发黄而短少。养生调体方法，总原则食宜滋阴，起居忌熬夜，运动勿大汗，生活起居应有规律，居住环境宜安静，
紧张工作、熬夜、剧烈运动、高温酷暑的工作环境等，能加重阴虚的倾向，应尽量避免。特别是冬季，更要保护阴经，不做剧烈的户外活动，节制房事，吸阴保阴，形体运动。阴虚质只适合做中小强度、间断性的有氧运动，可选择太极拳、太极剑、八段锦、气功等动静结合的传统健身项目，也可练习六字诀中的虚字功，以涵养肝气。锻炼时要控制出汗量，及时补充水分。阴虚质的人多消瘦，容易上火，皮肤干燥。皮肤干燥甚者，可选择游泳。能够滋润肌肤，减少瘙痒，但不宜蒸桑拿，桑拿容易耗阴液。进气功的锻炼可以调节内分泌，促进脾胃运化，改善阴虚质。饮食调养，多食瘦猪肉、鸭肉、绿豆、冬瓜等干粮滋润制品，少食羊肉、韭菜、辣椒、葵花籽等性温燥烈制品。精神调摄，饮食体质的人性格急躁、外向活泼，常易心烦动怒，物质过急，易于化火，情志过急，不爱好阴血，易于加重阴虚体质。木应安神定志以舒缓情绪，学会正确对待喜怒苦乐，加强涵养，养成冷静沉着的习惯，少参加竞争胜负的活动，不要过于张扬。其他方法大家都知道，活字就是水加舌，就是说人想要活着，口腔里要常润泽，吞金炼金是保持口腔润泽的好方法，也是改善阴虚质的好方法。具体做法为：每日晨起，微闭口唇，舌抵上颚，当嘴里的唾液增加到一定量时，随意念将其缓慢吞下，反复三或四次，长期坚持必有益处。五、体育体质，人体之气是人的生命运动的根本和动力，生命活动的维持必须依靠气。人体的气除与先天禀赋、后天环境以及饮食营养相关以外，且与肾、脾、胃、肺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所以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实质上都是气在人体内运动的具体体现。当气不能外达而结聚于内时，便形成气郁。中医认为气郁多由忧郁烦闷、心情不舒畅所致，长期气郁会导致血循环不畅，严重影响健康。体质特点：一、神情忧郁，情感脆弱，烦闷不乐；二、多愁善感，忧郁焦躁不安；三、经常无缘无故的叹气，容易心慌，容易失眠；四、容易受到惊吓，遇事容易感到害怕；五、舌淡红，苔薄白，其肋部或乳房容易胀痛。养生方法：气郁在线，郁治为本，故疏通气机为气郁体质者的养生原则。精神调养：忧思郁怒，精神苦闷是导致气血郁结的原因所在。气郁体质者性格多内向，缺乏与外界的沟通，情志不达时精神便处于抑郁状态，所以气郁体质者的养生法重在心理卫生和精神调养，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精神调摄：多参加社会活动、集体文娱活动，常看喜剧、滑稽剧以及富有鼓励和激励意义的电影、电视，不看悲剧、苦剧，多听轻快、明朗、激烈的音乐以提高情志，多读积极的、鼓励的、富有乐趣的、展现美好生活前景的书籍，以培养开朗、豁达的性格。在名利上不计较得失，胸襟开阔，不患得患失，知足常乐。环境调摄：肝气郁结者之事宜保持安静，禁止喧哗，光线宜暗，避免强烈光线刺激。心肾阴虚者之事宜清静，室内温度适中，注意劳逸结合，早睡早起，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饮食调养：气郁气滞者具有气机郁结而不舒畅的潜在倾向，应选用具有理气解郁、调理脾胃功能的食物，如大麦、荞麦、高粱、豇豆、蘑菇、豆豉、苦瓜、萝卜、洋葱、玫瑰等。气郁体质者应少食收敛酸涩之物，如乌梅柚、南瓜、泡菜、石榴、杨梅、草莓、杨桃、
山枣、梨子、柠檬等，一面总是气机，气质则血凝，亦不可多食冰冷食品，如雪糕、冰激凌、冰冻饮料等，疏肝理气，少量饮酒，可少量饮酒以活动血脉，提高情绪，最好喝葡萄酒，因葡萄酒有降血脂和美容的作用。多食行气的食物，包手、橙子、干皮、韭菜、茉莉花、玫瑰花、荞麦、茴香菜、大蒜、火腿、高粱皮、刀豆、香芋等。六、阳虚体质，阳虚指机体的阳气虚损或阳气的温煦、推动气化等机能减退，气、血、津液等运行迟缓，机体呈现一派寒象和衰弱的病理状态。形成阳气偏衰的主要原因有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饮食失养，或劳累过度而内伤，或久病损伤阳气等。体质特点：一、形体虚胖或面色苍白无光泽；二、平素怕冷喜暖，极易出汗、脉沉；三、精神虚弱，说话或动作经常有气无力；四、容易腹泻，小便多而色淡，不通畅；五、唇色淡，舌色淡红，舌苔白滑；六、不喜欢喝水，很少觉得口渴；患病则极易怕冷蜷缩，手脚冰凉；七、腹中不断作痛，腰背冷痛，可喘心悸。八、男性易发生阳痿滑精，女性因体寒易导致不孕。养生方法：阳虚体质的人关键在补阳，五脏之中，肾为一身的阳气之根，即为阴气生化之源，所以应着重补阳。阳虚的人容易感受汗邪，生成各种痛症、地症、水肿、不孕不育等。精神调阳，阳气不足者常表现出情绪不佳，易于悲哀，因此必须加强精神调阳，要善于调节自己的情感，驱散忧悲，谨防惊恐和大喜大悲的不良情绪的影响。多听音乐，选择一些轻松喜庆的音乐，如步步高、喜羊羊、春天来了等。多交朋友，尤其老年人应不断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转移忧郁虚弱心理。环境调摄，阳虚体质的人适应气候的能力差，多怕寒喜暖，耐春夏不耐秋冬，所以阳虚体质者应特别重视环境调摄，提高身体抵抗力，冬季要避寒就温，春夏要注意培补阳气，做到无夜无日，即在春夏季多晒太阳，每次不得少于15-20分钟，这样可大大提高冬季的耐寒能力。此外，每天早晨用冷水洗脸、洗鼻子、擦身，也可以使机体抵御寒冷的能力逐渐增强。对于年老机体弱之人，夏季不要在外露宿，不要让电扇直吹，也不要在树荫下停留过久。饮食调养，多食有壮阳作用的食品，葡萄肉、狗肉、羊肾、羊肉、韭菜、鹿肉、核桃仁、牛鞭、狗鞭、鹿鞭、大蒜、辣椒、鲢鱼、黄鳝、鲫鱼等。多吃温热性的食品，以温暖身体，活化身体的生理机能，改善贫血等症状，如杨梅、杏子、樱桃、荔枝肉、栗子、精米、小麦、高粱、洋葱、鸡肉、海参、带鱼、鲍鱼、糯米、扁豆、香菜、番瓜、大枣、黑枣、猪肚、猪肝、火腿、红砂糖、酒、醋、生姜、茴香等。药物养生，常用的补阳药物有鹿茸、肉桂、附子、葱蓉、杜仲、素阳、核桃、菟丝子、补骨汁、银杨或八戟天、玉制人、炙甘草、冬虫夏草等。补阳方剂有生脉散、石皮饮、肾气丸、右归丸等。补阳食疗有牛肉、羊肉、鸡肉、麻雀、海参、鱼虾、烧酒、韭菜等，可加入补养药物一同主食。运动锻炼，适当的运动不但可以强壮身体各处肌肉，改善激素分泌，促进新陈代谢，还会把热量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运动健身应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质和环境条件，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耐寒锻炼，最好从夏天开始，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适宜的运动方式有散步、慢跑、太极拳、武田系等项目，日光浴、空气浴是不可缺少的强壮维养之法。七、血瘀体质。血瘀体质的主要症候是血行迟缓不畅，多半是因为情绪抑制长期抑郁，或久居寒冷地区，以及脏腑功能失调所造成，以身体较瘦的人为主。其临床表现，当血瘀治愈脏腑经络某一局部时，则发为疼痛，痛有定处，得温而不解，甚至形成肿块。此类型的人有些明明年纪未到就已出现老人斑，有些常有身上某部位疼痛的困扰，比如女性生理期容易痛经，男性身上多有淤青，身上的疼痛正在夜晚加重等等。体质特点：一、头发容易脱落；二、嘴唇颜色深，尤以唇缘为明显；三、舌质青紫或点点紫色，症状轻的人时有时无，重者常有，并且不退不散；四、眼眶暗黑，上下眼睑、眼唇色黑色；五、皮肤灰暗，没有光泽，肤质粗糙，有皮屑，干燥，甚者如鱼鳞；六、手指甲或脚趾甲增厚变硬，稍轻的人指甲面高低不平，有条状或点状白色花纹；七、头、胸、部、背、腰、四肢等部位有不定的疼痛，时时发作；八、常有胃脘不饱胀难消，按该部位感觉不适；九、妇女常有痛经、闭经现象。养生方法：血瘀体质者的病因与气血瘀滞有关，气血一旦瘀滞，既可能化寒，也可能化热，甚至痰瘀相杂为患。养生根本之法在于活血化瘀，最好能注意调整自身气血，吃一些活血类型的食物或补药，多做有利于心脏血脉的运动，调整自身心理状态，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精神调养，血瘀体质之人在精神调养上要注意培养乐观的情绪，精神愉快则气血合畅，血液流通，有利于血瘀体质的改善。反之，此种体质者若陷入苦闷、忧郁情绪中，则会加重血瘀倾向。保持心情的舒适顺畅，对血瘀体质者的身体益处十分重要。饮食调养，适宜血瘀体质者食用的食物有莲藕、洋葱、蘑菇、香菇、猴头菇、木耳、海带、葛根、魔芋、金针菇、猪心、菠萝、菊仁、山楂、菱角、鱼干子、刺梨等等。常食桃仁、油菜、紫薯、黑大豆，能起到活血祛瘀的作用。酒可少量常饮，醋可多吃，山楂粥、花生粥也不错，肉类煲汤也可以多吃。八、痰湿体质。体质表现：痰湿体质的人容易肥胖、沉重，身体发胖、虚胖，面色无光，容易犯困，喉头有痰湿，事时肥甘、懒动、嗜睡，身重如钵，口中沾泥或便溏，脉如而滑，舌体胖、苔滑腻等。体质养生：痰湿体质者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血糖显著高于非痰湿体质者，常表现为精神不振、头晕目眩、多痰、浮肿、睡时鼾声如雷等。在养生方法上应多注意：一、加强运动，强健身体机能，健康脾胃功能；二、不宜在潮湿的环境里久留，在阴雨季节要注意避免湿邪的侵袭。这一类体质的人平时还应定期检查血糖、血脂、血压。三、嗜睡者应逐渐减少睡眠时间，多进行户外活动，让日光使得身体机能活跃起来。四、洗澡应洗热水澡，适当出汗为宜，穿衣尽量保持宽松，面料以棉、麻、丝等透气散湿的天然纤维为主，这样有利于汗液蒸发，驱除体内湿气。五、注意保暖，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寒凉的天气不利水湿在体内运化，潮伤及低位，因此痰湿体质在寒凉的天气症状较为明显。饮食调养，痰湿体质者体型大多肥胖、身重，容易疲倦，忌食肥甘厚味的食物。
并且是量大，食疗上手重戒除肥甘后味。戒酒且最忌暴饮暴食和进食速度过快，应常吃味淡性温平的食品，多吃些蔬菜水果，尤其是一些具有健脾利湿化瘀祛痰的食物，更应多食适宜痰湿体质者食用的食物，有芥菜、韭菜、大头菜、香椿、辣椒、大蒜、葱、生姜、木瓜、白萝卜、荸荠、紫菜、洋葱、白果、大枣、扁冬、红小豆、蚕豆、包菜、山药、薏米、冬瓜仁、牛肉、羊肉、狗肉、鸡肉、鲢鱼、鳟鱼、带鱼、泥鳅、黄鳝、河虾、海参、鲍鱼、杏子、荔枝、柠檬、樱桃、杨米柚、槟榔、佛手、栗子等，应限制食盐的摄入，不宜多吃肥甘油腻酸涩食品，如饴糖、石榴、柚子、枇杷、砂糖等。此外，杏仁霜、莲藕粉、茯苓饼对该体质者是不错的食补选择。四季养生，夏多食姜，冬少进补。痰湿体质的养生重点是夏季和冬季，目的都是减少痰湿，控制体质。夏季要少用空调，少食冰冻食品，多吃生姜、川黏麻丝虫，适当晒太阳。痰湿休止的人，秋冬不要再跟风进补了。但凡是补益的肉类、骨头、动物内脏、人参、鹿茸、阿胶、大枣、妙糟、熟地、秋梨膏、老火靓汤、核桃、芝麻等，几乎都不适合痰湿体质，除非肩胛有明显的气虚、牙虚。沙拉、芡实、薏仁、莲藕、大参、扁豆等倒是不错。九、侧禀体质。侧禀体质的表现，侧禀体质有多种表现，比如有的人即使不感冒也经常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容易对药物、食物、气味、花粉、季节过敏。有的人皮肤容易起荨麻疹，皮肤常因过敏出现紫红色一点，遇斑寒凉体质，皮肤常一抓就红，与西医所说的过敏体质有些相像。总体特征，先天失常，以生理缺陷、过敏反应等为主要特征。形体特征，过敏体质者一般无特殊，先天禀赋异常者或有畸形，或有生理缺陷。常见表现，过敏体质者常见哮喘、风团、咽痒、鼻塞、喷嚏等。患遗传性疾病者有垂直遗传、先天性、家族性特征。患遗传性疾病者具有母体影响胎儿个体生长发育及相关疾病特征。心理特征随禀质不同情况各异。发病倾向，过敏体质者易患哮喘、荨麻疹、花粉症及药物过敏等。遗传性疾病如血友病，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差。如过敏体质者，对抑制过敏季节适应能力差，易引发猝疾。特禀体质的养生原则，以食宜清淡均衡，粗细搭配适当，荤素配合合理，少食荞麦含致敏物质、荞麦荧光素、蚕豆、白扁豆、牛肉、鹅肉、鲤鱼、虾、蟹、茄子、酒、辣椒、浓茶、咖啡等辛辣制品，青山花露及含致敏物质的食物，事事宜通风良好，保持室内清洁，被褥、床单要经常洗晒，可防止对尘螨过敏。室内装修后不宜立即搬进居住，应打开窗户，将油漆、甲醛等化学物质、气味挥发干净时再搬进新居。春季室外花粉较多时，要减少室外活动时间，可防止对花粉过敏。不宜养宠物，以免对动物皮毛过敏，请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天气寒冷时，锻炼要注意防寒工作，防止感冒。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